大家是不是觉得荧幕里面的两个人是很熟悉的一个叫花家姐一个呢叫曾建华 Hello 你好啊好久没见了是啦如果是我们 fans 的呢就肯定见过曾建华啦如果本身是曾建华 fans 就更加见过曾建华啦因为如果不记得就真的很害怕不记得就好即如果你看完这集呢都做不到我们 fans 一路宣传一下先第一季2016年的1月9号、即是今年的年头。哇你好记得日子喎、啊。寫得了猫子。原来咁。鬼陪你去旅行就在我们客似云外那里呢出现过的。当时访问过你啦。哇好精彩的那集讲真的那句。即是不是卖花赞花香我真的觉得那集是很精彩。不是那集是 很听的。所以呢大家呢即听完这集之后呢当然你一定要去即刻呢是去买回这个第一季的套餐。当中也都包括客似云外的节目啦。咁另外你有一集係講原住民嗰啲生活㗎嘛即係、台灣嗰啲都幾特別嘅一集係講啲即係幾特別嘅一啲習俗呀咁樣㗎嘛都係無理生談嘅都係我記得冇錯啦所以你話係咪一定要買返第一季幾多嘢係啦269嘅呢一個無理生談同埋鬼陪你去旅行呢咁即係肯定有兩集你一定啱聽因為呢阿曾建華即係見多識廣啦點解呢因為你本身就係一個即係專業嘅旅行家啦可以話係嘛而家就即係自己嘅娛樂啊同埋即係工作啊又搵到錢又開心咁樣真係唔係嘅搵到錢嘅搵到錢嘅咦夠使就得啦同埋最緊要你去旅行好似好多 sponsor 喎唔使自己飛機票嗰啲 OK 啦酒店 okay 其實即係 touch wood 啦我覺得每一次都托賴是有些 sponsor 的咁除非是自己買嘢啊或者自己 stay behind 啊咁嗰啲咪自己睇錢囉。但我覺得好兩睇嘅因為人哋 sponsor 你去睇嗰啲嘢呢同你自己心目中想睇嗰啲可能永遠都係兩樣嘢嚟嘅。同埋如果冇興趣都要去睇㗎喎。係啊。是啊即是好像你叫我看那些什么即关于科技啊那些我就死得了我就真的顶不顺。是啦、啊、即是咯是这样。但你又不可以觉得很闷。但是你回来又要写好它。是啊是啊。即明明觉得很流你又要写得很坚。是啊你都明白了即是这些线稿嘛。啊那就不過即係有啊，曾建華呢個 friend 幾好嘅。咁啊，上次我去旅行嘅時候，途中遇到啲難題啦，即刻喺日本長途電話過嚟救命咁樣，係啦，都幫唔到幾多。誒唔緊要，你俾咗個安心我啊嘛，一揾到你幾開心啊！咁另外就即係話揾導遊嗰啲啊，可以揾阿曾建華幫手。咁啊，今集咧即係揾你嚟呢個節目就唔係叫你即係講旅遊，係啦，講旅遊我哋第時遲啲有機會開節目啦。咁啊呢個節目係好啱你講啊，雖然你講咗一集，但我覺得咧，即係要揾你再講一集嘅，因為上一次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好夠厚嘅。即係聽完之後，我係好多嘢都好記得。咁啊，你我揾你嗰時候，你都話啊，你記唔記得我上一次講過咩？咁其實我印象中已經有幾個故仔，我係最記得噶啦。咁就係你咧就曾經話過，你喺中意嘅時候，就做咗一個舉動。呢、這個舉動咧，大家小心啦。如果你同阿曾建華一樣有呢個優點咧。你就考慮一下做不做呢件事啦，因為做了呢件事之後咧，佢咧就哇好似咧打開了個鬼門關 ，connection 咯，通咗 ，connect 咗係咯 ，connect 咗喎，通咗靈喎，通咗咯，關唔關事啊？眼睫毛都關事，我覺得係關事，因為好長喎。其實而家唔長噶啦，其實唔長嘅，以前係即係未剪之前係長嘅。你話淨係可以反起曬，係可以反到嘅。其實我覺得係有關事，因為佢始終係本來係嗱，如果你講。物理上去其實我哋遮住啲灰塵啊，即係擋住噶嘛。但如果你其實當另一個角度去諗，如果你冇曬嘢嘅時候，其實佢可以擋咩？其實擋到嘢噶啦嘛，即係所有嘢都可以接收咯。咁你咪變咗其實當我哋見到或者見唔到嘅嘢，都可能會。冇嘢擋住嘅時候，咪會我就要踩你台啦！我就話唔關事啦，因為人哋係第三隻眼噶嘛，見鬼！我又覺得係呢個呢度噶嘛，中間眉心嗰個唔關你眼事喎。即係信不信由你。我唔信，我覺得你係改咗運啊！真即係自己剪咗眼眉咧，眼眉毛改咗運，即係啲運衰咗。係啦，有可能係呢個要從命相去解釋。咁要揾一個命相師傅嚟，或者係咯，問下上官師傅。咁有冇關咧？即係會唔會剪咗眼睫毛之後會見到鬼嘅咧？其實係見多好多嘅，係咪啊？即係有冇啲聽眾有相關嘅經歷？我真係好想知。可以到時問下咯，即係大家有咩可以回應下？有時我哋啲 chat room 啲人即刻回應嘅會。咁其實你
即係中意之前，你哋從來未見過任何靈體，未有，即係影都冇嘅，未有，未有，未有，聞咗未聞嘅，未有，即係聽人哋講嘅啫，係啦，或者睇電視咯，睇電視嗰啲鬼故咯，但係你個人本身係咪會係啊？即係成日都有啲凝住凝住，或者係比較敏感，我好樂觀，敏感啲，敏感，sensitive 啊，我諗觀察咯，我喜歡觀察人嘅。但不會因為這樣而覺得比較敏感，我又不會覺得，反而我覺得是即自從那時候的舉動，我覺得是多了很多經歷是你接觸了的，不過我也是質疑你，因為呢我上次聽你說，其實你之後日後你見到那些鬼呢，很同一類，其實很多是實體的嘛，你根本上喜歡之前可能你根本你已經是成日見，而你自己根本呢就自己即係可能你仲未腦水未散發，見到都唔知啊！真啦，係嘛？會唔會咧？嗱，真係好難答你。有冇懷疑過？有冇？我冇懷疑過，我冇懷疑過，我覺得可能未必，因為可能因為始終我見到嗰啲我都話係實體嚟噶嘛。其實我唔知道原來係，其實係。係咪之後嗰啲？之後大部分。等陣分享嗰啲就唔係啦。都有一個啊，唔係你有啲係喺個係咪你講嘅喺個即係譬如見到佢喺個馬路嗰度，係都我講半身嗰個啊嘛，啊唔係馬路嗰、那個翻半個身係咪你啊？唔係你，唔係我，你冇見過半個身嗰啲？哦，咁啊上次啊，我哋有個嘉賓嚟嘅，咁佢會見到咧，即係馬路嗰啲安全島咧，咁係咪啲燈柱咧？係啊，咁佢會見到係得即係半個身嘅人喺挨住個燈柱嗰度嘅，咁佢就肯定嗰只係鬼，因為你唔會得半個身。因為得半個身嘛，我就冇見過半個身。你冇呢啲即係甩皮甩骨嗰啲嘅？冇啊，全部都正正常常，正常實體實體嘅，即係唔係透明嘅？唔係透明，所以其實可能好似你話齋。未必以前見過，我不知道，但當可能因為那時候的接觸令到我原來那些是另一個空間的東西。哇，那如果你這樣你幾級跳的，即是你由零去到最極端的嘛，因為最厲害的那些才見到實體的嘛，即是你的能力最厲害的才會見到對文的。但我又覺得可能應該有這樣說，我覺得我見親那些其實對我即未必是有傷害性、很多都不會傷害的，它是染染癢癢給你知道見識一下啫嘛，係即係咁。傷害嗰啲好大件事㗎啦，即係你嗰啲又嗰啲前世因果嗰啲嘢㗎啦嚇。咁啊，但係嗰陣時你就上次好似冇講，唔知唔記得咗啦，冇啦，即係好講清楚。其實你第一次即係剪咗眼睫毛啦，第一次真正 feel 到你自己見到靈體或者感覺到有靈體喺你身邊，係咩情景咧？其實剪咗之後，係咪當晚咧？其實當晚已經發生了。當晚添啊，仲要當晚發生嘅。My God！ 係啊，其實已經係剪完之後，其實我諗五至十分鐘，其實你已經好唔舒服嘅啦。個人好唔舒服。好唔舒服，係冇胃口啊，面青口唇白啊，即其實係屋企人都見到我呢一種狀態。咁所以其實因為嗰陣時係食晚飯時間，所以我係冇食到晚飯。好神奇。咁我就。即係瞓牀，因為嗰陣時咁就瞓，因為瞓喺嗰個，咁我咪就咁瞓咯。咁其實嗰一下就已經 feel 到個牀點解會咁震嘅咧？即係牀突然間震。係啊，其實碌架牀嚟。碌架牀，其實嗰種震法係似地震嗰種震法嘅。香港地震。即係你都明啦。都曾經試過好輕微嘅震盪。但係嗰種唔係輕微嚟嘅。嗰種震法係咁樣震，即係熬到咁。係啊，咁樣震嘅。黐線。咁所以其實你嗰日三更半夜定係食緊飯嘅時候？夜晚食飯。即係人哋喺廳度食飯，你入邊震。係啊。話你阿媽以為做乜嘢？係啊。咁但係我嗌唔到出聲嘅，我嗌唔到出聲嘅，因為我想嗌屋企人嚟，唔知做乜鬼張牀震。即係我嗰陣時又未開始意識呢一樣嘢係咪即係同靈界有關，我嗰陣時未識。驚或者未知道有呢樣，我只係諗住開聲，即係叫屋企人，但我係發唔到聲音咁樣。咁你當時諗咩啊？其實當其時，我只係覺得會唔會地震咯。咁但係明明我又覺得，即係你知道我哋讀書嘅時候，其實香港係唔會有地震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嗰陣時係解釋唔到究竟嗰一樣震法係啲咩嚟。但因為嗰個震法其實不是維持短的，是維持到幾長的。我想我自己心裏面如果數數目呢，我 at least 是數了100下以上。震了100下？是啊。
係啦，咁呢一個係。是我的開頭的第一個的感覺。那它其實呢是不是很有韻律的呢，就是力度是不是差不多，還是還是有時很快有時很其實越來越快，越來越快，那密度是越來越快，好像有些東西想求你或者吵醒你，是的，逼你去即是開聲，是未必這樣，但你又開不了聲。我是開不了聲，但其實之後我是睡了覺嘛，因為 我開頭就是不舒服很攰的狀態，其實我就攤落床瞓覺嘛。咁但係當佢震的時候，其實我就心裡面即係有數數嗰個數目，就知道 at least 係即係又震咗一百下，即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即係嗰種呢個密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一定唔係短時間咯。跟住即刻瞓著。跟住其實我諗我係慢慢就瞓著咗噶啦。咁你又唔驚喎？你唔會起身？我嗰陣時起唔到身嘛，我知，咁但係跟住一路都起唔到身，起唔到身，一直都起唔到身。係啊，咁我一路瞓覺噶，咁然後瞓覺其實之後先至開始個夢境係同死亡有關。就你上次講話，即係好似咩砌個 puzzle 啦，跟住你砌唔完，你就知道你會死。係啦，係啦，即係、一個意念嚟啊嘛。係啦，但其實你嗰、那個床震嘅時候，你會唔會本身瞓緊覺？床震的時候未睡覺，係啦，係好有好清醒嘅。有冇聽到外面啲食飯電視聲啊？阿媽講嘢啊嗰啲？咦？係嘛？我又冇留意喎，我冇留意喎。點解你成日我用奇案嘅角度？點解你會咁樣問？但其實可能諗下你當時當時個狀態係點啊？其實當時我嘅狀態係反而好 concentrate， 好集中。注意那個震盪，還有我很累的那種狀態，我是很想睡覺，即是那種床其實，我雖然是動不到，但其實我眼睛是看到東西的嘛，是啊，其實我剛才形容給你聽的那種震法，其實就是我眼睛見到這種狀態，你直情見到張床在動動，是啦，是啦，這個，所以這個是我第一次叫做經歷了所謂的靈界奇異先啦，首先一定係嚇，即係你係咪話真係一定係同靈界有關？唔知喎，即係會唔會係你當時進入了一些即係好奇怪的一啲身體的狀態，即係啲唔同咗同之前係係咯，有啲幻覺啊。但係其實又不是幻覺，因為其實之後是再。其實這個狀態其實不是一次的，不是一次發生的，其實是之後還有，之後還有，因為其實話說那段時間其實我不舒服了 at least 是整個暑假那麼長的。哦，那時暑假來的？是啊。中暑？嗯，應該不會吧。喂，但你其實你那種不舒服是怎樣呢？是即是想嘔啊，是眼瞓啊，不想吃東西，食欲不振，然後很累，還有很想睡覺。嗯，係啦，即係呢一種狀態，咁維持咗就係維持咗咁長時間咯。咁然後你話頭先個震盪咧，其實係唔止一次發生嘅，係因為點解我會覺得同嗰個靈界扯上關係，係因為之後其實係有黑影喺嗰張牀度噶。係呢個都係嗰個暑假發生嘅，都係嗰個暑假。點樣黑影喺個牀？其實咧，佢咧嗱，話説我哋屋企其實七層大廈啦。其實都假床擺，即我想你想像到一個很小的單位，可能是二百零尺到啦。咁其實講緊我哋係講緊係六個人一起喺嗰間屋企，你擠迫户喎。係啦，咁所以其實你想像到嗰個空間係有幾大，非常一人得幾架街磚咯。係啦，咁然後問題咧，因為我嗰牀咧其實就係喺嗰個個結構咧，就係有個大櫃，就擺呢張牀。大咩？大櫃，大櫃，即係呢度大櫃，咁呢度就擺碌架牀，即係嗰張牀就掹住個櫃。係啦，但其實佢就企咗喺呢度，就企咗喺櫃同牀之間，係啦，即係牀尾同埋個櫃之間，仲有空位咩？冇空位㗎，佢咁佢企喺牀上面。其實應該話係佢唔係企喺牀上面，佢係應該企喺地下，因為我係淨係見到佢，即係牀邊啦，係咪啊？貼住的，他貼住，那他不是站在床上，他怎麼站在那裡？即意思是這裡是大那大櫃，這裡是床，其實他就在，那就是站在床上咯，不是床上，那你都沒有空間，床和櫃之間，因為那張假床是有遮住他的，
個碌架床又遮住佢。係啊，我要求你畫出嚟，畫完咪而家之後畫翻出嚟俾大家睇啊。即係佢係理論上嗱，呢個係個大櫃啦，大櫃啦。咁呢度其實就係廳啦。OK， 咁大櫃呢個係實木實木嚟㗎嘛。OK， 咁呢張就係碌架床啦。係啊。OK， 咁碌架床其實係貼住㗎嘛。係啊。OK， 咁然後碌架床其實係有嗰啲鐵枝㗎嘛。係啊。咁咧，鐵枝係啦。咁呢個呢一個黑影咧，其實就企咗喺呢度。係，咁佢只腳其實踏咗地下嘅，係咪？係啦。即係啱啱，其實有少少罅位嘅。係啦。點樣都會有罅。就因為嗰個罅位有幾闊到啊？夠唔夠一個人企入去？唔夠，唔得。即係你咁瘦都入唔到去。入唔到，入。咁即係嗰個肯定唔係人先啦。係啦，即係一片紙咁啊，係咪？我覺得是咯，係咪啊？即係薄到嚟曬。係啊，所以但係是黑影嚟嘅。O K， 即係一個黑色的 shadow。嗯，係一個人形咁樣咯。人形嘅 shadow。係啦。你是夜晚嘅時候。唔係日頭嘅。日頭見到，所以很清楚一個黑影。係啦，係啊，好清楚係一個黑影。日頭啊。日頭嘅㗎。當日你喺度做緊咩啊？又係瞓覺咯。又瞓覺。其實我基本上嗰兩個月我是成日瞓覺啊嘛。係咪抑鬱症啊？唔係，一定唔會啦。咁就瞓喺度，瞓喺度即係發吽豆咁樣，發發夢咁啊。係啦，其實基本上係好攰個人，根本就唔想起床咁樣嘅。起身咁啊，跟住又望到佢，咁嗰個黑影係有冇喐噶啦？黑影係冇喐嘅。嗯，咁即係 still 咁企咗喺度咯。still 就企喺度。咁但係個床，因為我頭先我 remind 緊個床，其實唔係發生過一次啊嘛。其實佢個震嘅狀態其實。都有幾次發生，其中一次就我頭先分享，其中一次就係見到一個黑影企住喺。咁其實你依個黑影距離你話第一次個即係狂震咧，係隔咗幾耐？隔咗有冇一個禮拜？我諗有。有嘅一個禮拜嘅，即係起碼唔係即刻噶嘛，係嘛？唔係即刻哦。如果你咁樣講，可能係一兩日嘅事。一兩日嘅咋？係啊。咁你嗰時咪覺得係關個即係震動事咯，係咪啊？有冇諗起兩件事啊？我覺得嗰陣時我又冇咁樣扯埋關係，我只係覺得咦，點解我會見到一個黑影？一個黑影，因為係一個人形嚟噶。咁但係明明其實平時，因為我係瞓喺呢張牀，好熟悉呢張牀噶嘛，咁我知道個牀有啲咩嘢噶嘛，咁點解會無端端有一個黑影存在咧？咁但個黑影係冇喐噶。個黑影冇喐，係冇喐。我一間呢一節之後，我哋播嗰條片啦，好嘛？咩片？你咪有條片咧，我哋後補翻啦。即係你咪話條片，你個朋友咧 share。哦，係係係係。咁啊，公路上咧有個黑影鬼係啦，即係死咗之後撞死咧，即刻咧就變咗一個靈體咁企咗喺度。佢其實佢都係企喺度。係啊。咁啊，陣間翻嚟你話俾我哋聽，喂，你見到當年咧，你見到嗰個黑影咧，係咪就係咁嘅狀態嘅咧？嗯，好啊，好冇。